树林官邸豪宅变豪办，身价跳水，台硕生医入手价省两亿。北市士林官邸特区土地使用分区属特定商业区，不得做住宅或招待所使用，遭市府严打取缔。由建商新汉建设规划的新汉士林官邸，原推豪宅只好转型豪办，身价因此直直落，销售情况一度不佳。去年还曾被一名前客找上，称要用市价近150亿元的境外八吨黄金 SKR 购入37户。业务范围是做黄金，台湾总吨数黄金的库存外贸存底是423吨左右，1公吨的黄金可以印出3到5公吨的纸金现钞，让新汉差点信以为真，落入圈套。最新实价登录显示，新汉士林官邸11楼户含4个地下车位，69.07平，内部楼中楼楼梯，共计288.65平，及楼上的12楼户含5个地下车位，共计288.65平。今年9月分别以总价2亿4900万、2亿5980万成交。上一手屋主2017年入手出脱后，分别赔售1亿2588万、1亿1058万，从单价约151万跌落至106万，赔售约30%。地籍誊本显示，买方为台硕生医科技，以现金买下。台硕生医科技今年4月发出重讯，取得该不动产用途是为未来营运发展需要，被媒体解读为进军台北市，将开设 IE 健康诊所，主打预防医学，并提供个人化健康管理服务。区域建物因使用分区问题转型为豪办，房价受限不易向上，近期成交单价约100万，该笔交易约合乎行情，若推出高端医疗诊所，可瞄准邻近的天母高收入客群经营。在地房仲认为，该社区高楼层应具备优质景观视野，仍能吸引特定族群青睐，不过低楼层因商业气息没那么重，又无法作为住宅使用，推估未来去化速度不会太快。这社区受限不得作为住家使用哦，但是这个商业聚落氛围不足哦，也没有办法吸引大型企业来做购置哦。那作为商办自用，新买方买下后作为像是高端诊所来使用，不失为这类产品的另外一条出路。